太有食欲了吧！自己家园子种的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！我都不知道吃哪个了。嗯，我先尝尝这豆角。加点豆角。嗯嗯嗯，可好了。这鱼是我烤的。 哎呀，你这个来，来来来，那猴不是挂上去，给。把上往上，让光进去啊！主持人，你抓紧时间。哎呀，这产品赶紧把过去，把糕一点，挂面里有啊。这个一礼拜都这个会议就结束了，一点半就到了。那行，按时间几点来？好的好的好，我跟小丽把那边的安排一下。好好好好，思琪啊，嗨，那主任，你这么大的日子，你怎么今天才来啊？您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我必须在这儿啊，这个场合少了我不行的呀。快帮着看看，今天这个舞台搭的怎么样，有没有一点时尚的气息？在这方面您是专业的，您眼光好。你眼光也很独特呀。这叫什么来着？比心。比个
真是瞧不起你，真替你感到悲哀。你还是娶上媳妇再跟我说吧。用不着，我有小唐就够了。走了。哎呀，够了，这能臭美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我看比赛呀。作业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自己。啊。来了。可以可以，人来还是不少啊！哎，大家听我说，一会儿啊，你们都淡定点儿，文明观看啊，保持一个礼貌距离。张天鹏，你给我退回去！你都进不了。我看节目呢，我这里有用，把这玻璃卖出去。你都退了，没事。小唐加油！ 金广镇的各位村民朋友们，大家上午好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金广镇线上直播带货的 PK 擂台赛。那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，我们将邀请到的是云川村和我们的柳塘村进行 PK。哎，小仲呢？小仲怎么还没来？他？你看这么多人，他可能会好好梳妆打扮一下吧？又不是不了解他，瞧瞧他。呵呵，这一点我倒是能理解。 这叫偶像包袱。好，哎，昨天人家拍那个预热的视频，拍的是真心的不错。一会儿我见着他，我得好好的谢谢他呢。他那叫什么偶像？顶多是个包袱。柳塘村的代表，我们千万粉丝，人见人爱的关小雨。哇，我比你看看人家，这排场全是粉丝，这才叫做偶像。 这底下都是他粉丝啊！我呢是今天的擂主，同时也是全天下最爱羽毛们的关小雨。我在浙江省丽水市新港镇，我即将代表这里的柳塘村来做到一个出征。那么各位直播间的宝宝们，今天哪都不要去啊，也不要认错路了，就在我的直播间待着。就在我直播间来下单，来吧，所有的羽毛们，让我们一起把羽毛。 支棱起来！哇！这哪来的鸡？还有七只。
我的天！哎，大家不要乱，镇定。你看这地方市长方式也挺特别哈，你看这特别有心，不仅有心，你看还有心啊，特别有心机。哎呀，这是怎么搞的？这是。要卖啊！大家好，我是云川村的吉祥物豆包。我姐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姐，这就是我们云川的特产之一云川飞机。飞机，他呀，从小就散养在高海拔的大山上，一般人根本就抓不住他。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，可以点击直播间下方的链接进入因为有家账号，一起来分享我们云川村民精心制作的视频。哇，好，好，哎，我去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幸运组合。现在两队都已经站在我身边，准备救出现场的各位村民朋友们，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。好，大家赶紧去开始。哇，思琪，果然是你啊！可以啊，你刚才简直是关键时刻出奇招啊！姐，你刚刚真是太帅了！来喝口水。来，姐，我跟你说啊，刚刚那个。设计的简直毫无痕迹，我们都没看出来，以为真的出意外了。哼，当然没有痕迹，因为那本来就是意外。啊，本来就是意外？那你这身行头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我老早我就做好准备，随时要救场了。我跟您说啊，我当村官这一年多下来，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，出意外那是必然的，不出意外才是偶然。嗯，成长了啊。咱们啥也不多说了，好不好？火力全开的时刻到了，最大的红包马上就要出现了，最后一分钟了，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。宝宝们加油呀！我们说输赢不重要，我们真的不想输。老婆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时间到。最终的成绩已经在我手中了，先跟大家公布的是，云川队一共卖出了1230万。超出云川队20000，卖出1232万，成为我们今天的擂主。恭喜啊！同时有请我们的双方来到舞台中间，来，赶紧来到。超出了20000，那不还是输了吗？输什么呀？两个村各自卖了1000多万的货，都是赢家。嘿，小子，岂止是没输啊，而且是个奇迹呀！对呀，思琪，向你祝贺呀！你这算是提前完成任务了。1000多吨的天菊柚啊，本来还剩下一小半，现在好了，全卖出去了。我早就说过呀，我们的产品那是全球限量，供不应求。比心点赞一条龙。比心，今天直播办得非常的成功。那我现在还想问大家，想不想看我们给大家跳舞呀？哎，开始演出了。